要不要除了他？不必。可他已经知道郎君的身份。叶皇兄为了金银铜钻，被王能城抓走了。王能城现在躲在暗处，只有你最了解他，找到他，救出玉皇君。别动！干什么？杀了他！这两个女人最能怀一个，你选谁？兄长，元兄王能城既已被捕，高秉烛应该洗脱罪名。可高秉烛还是戴罪之身，恐怕。 你我的是莫不是头等大事？我已经开口求你，你为何不能挪出片刻听我说说？我此刻并无心腔。怎样不是啊？百里红衣，亲娘在你这儿受了多少的委屈，她才会离开？高秉烛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